ladies. Yo, yo, and the fellas.全国七强，05号王瑞，09号圈九，04号王晶晶。好，谢谢我们精彩的开场，也谢谢我们的 dancer 们，来，赶快请回我们的超女来到我们的舞台上，粉丝太热情了，对不对？二师兄，快回来，快回来！好的，谢谢我们的 dancer 们。加油，我们的粉丝呢在现场呢给我们的超女们喊出了最响亮的口号，也谢谢在场的每一位哈，敢作敢为，想唱就唱。大家好，这里是2016蒙牛酸酸乳超级女声超级拉票会海口站的现场，这里是海口宜兴城，我是主持人高永熙。那当然在我们的节目开始的时候呢，要特别感谢的就是我们的金主们。本节目由零脂肪才够唱的蒙牛酸酸乳够唱独家冠名播出。蒙牛酸酸乳够唱六种乳酸菌发酵，不添加防腐剂和色素，零脂肪才够唱。有敢作敢闪耀，炫白白白有一套，买佳洁士为超女投票的佳洁士赞助。有美的与众不同的超高颜值科技潮品荣耀八手机特约播出。有眼好不藏，美到让你飞起来的专用卸妆水，原装进口花印卸妆水合作站赞助。那我的身边呢就是我们的超级女生的全国多少强，没错，我们七强呢今天集结到海口。那我们首先呢赶快请他们来跟大家打一个招呼吧。啊，先从离我最远的汪瑞开始吧。Hello， 海口的朋友们大家好，还有你们，我是2016超级女生全国七强05号 Rio 汪瑞。好，欢迎王瑞来到我们的海南海口。那我们再请我们的圈九，卷九是吧？我听到晶晶在开玩笑。好，那 Hello 大家好，我是2016超级女生全国七强09号圈九。欢迎。那我们再请我们的晶晶。Hello 大家好，我是2016超女16号王晶晶。好，三位呢来到了我们的海南海口。那其实呢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是来自不同的地方嘛，对不对？我想问一下这个我们各位来自的地方，晶晶我知道是东北，我是东北的啊，然后我们的汪瑞是应该是虽然我的祖籍不是深圳，但是我在深圳长大。那我们的圈九也是，虽然我的祖籍在湖南，但是比较有代表性的话还是长大是在广州那边。哦，两位都是可以说广东话，那我们先请两位用广东话跟我们的海南朋友问声好，好不好？为什么不带着我？因为你不会说广东话啊。哎哎，想好了吗？他们要现场编辑一下。其实我觉得广东话好像也挺难学的哈，对吧？海呀海呀，大家好，对，大家好，我是圈九，因为圈九这个名字用白话读不好听。你这个组合很有创意。对，不好听，所以就还是说普通话吧。好，我们两位呢说了这个广东话，我们的晶晶。
哎呦我的妈呀，哎呀妈呀那个你们都吃饭了吗？没有没有啊，家庭条件不行是吧？那位朋友吃的那么多肉了还说没有吃，你怎么对得起我们的观众朋友？那我来到我们的海南，其实我觉得呢，说到吃嘛，刚刚说没有吃饭，我们的海南呢有很多好吃的，我不知道几位在这个时间当中有吃到什么好吃的吗？我有吃海南鸡饭。海南鸡饭，对，我跟你说海南鸡饭不是海南的。是吗？海南的鸡饭叫做文昌鸡饭。哦，海南鸡饭是新加坡的。好洋气的，对，就很神奇，对不对？好，那我们呢这样子，既然来到海南，是不是要说一下海南话，对吧？那我们这样子，我准备了狗粮了，我准备了三个词。昨天吃的狗粮，昨天吃的狗粮，不是今天吃狗粮吗？清补粮，清狗粮，狗粮，对。你说昨天吃了狗，哦，原来是吃了清补粮，对不对？对对。好，那我们来学一下海南话，我准备了三个词，那第一个呢比较简单。第一个呢是你好，来我们谁来说？我你说是吧？好，你好是陆浩，陆浩，啊？为什么有东？为什么有东北的口音？你陆浩，你陆。好，那我们第二个词呢就是谢谢你，谁来学？我来了。好，全九来，谢谢你比较难哦，叫嗲嗲鲁。嗲嗲鲁。哎，很好学，对不对？他们说的准不准？我说的不准，是不是？好，我回去多学习一下。那我们学第三个，第三个会比较有趣一点啊，嗲嗲鲁。好，我们对，就是谢谢你，有点像是吧？嗲嗲嗲嗲就是谢谢的意思。然后我们学第三个就是炒粉，有没有吃过炒粉？对啊，来，沙波啊，沙波啊，沙波，对对对，沙瓦迪卡，晚上一起去吃，有点相似。好，我觉得我们学了这么多海南话之后呢，跟大家也拉近关系了嘛，当然也希望能通过我们的荧幕前全国的观众来了解一下我们的海南。今天呢也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哈，是我们的七夕。是的，对吧？有没有觉得没有跟另一半或者说即将到来的另一半在一起觉得很遗憾？并没有，并没有，我觉得也没有，因为你们现场有太多太多的粉丝了。那我们请三位来跟我们的这个七夕节喊一下话吧，给未来的那一位，或者说给单身的自己都可以。好，来，我们谁先来？是从汪瑞先来吧。喊话，啊，对，说至少情书那样吗？对啊，都可以啊，因为今天是七夕节嘛，来一个爱的告白也可以。是告白呢？告白有告白的对象是不是？啊，你这笑一笑是什么意思？好，是谁偷走了我们汪瑞的心？是你们。还没有反应呢，没有反应，他们已经晕过去了。再见。好，来，我们来请一下晶晶。我非常非常爱这个人，然后我希望他越来越好，希望每个七夕我都可以陪他过。然后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所有的王晶晶的爱粉们。嗯，哦，有在现场吗？我看到那个灯牌好大，举一下好不好？举一下灯牌好不好？已经被你电晕了。对，好，我们来请一下我们的圈九。圈九，哎，好，那不会让你们失望的事情，还有战斗的事情交给我就可以了，你们负责喜欢我就够了，谢谢你们，我爱你们。那个男粉丝已经快喊破喉咙了，你知道吗？哦，他们老是喜欢喊破喉咙的样子。你的粉丝每一个出来都是公鸭嗓，因为是喊太大声了。其实呢，我觉得通过七夕节的这样子的一种喊话和告白呢，能够让我们在这个浓浓甜蜜的氛围当中享受今天的活动。我们在这一周呢，其实有全新的比赛，也有全新的投票，大家也能看得到我们的超女站在我们的舞台上呢，会继续他们的比赛。所以，当然我们最关心的就是我们的投票和票数的方式。从这一周开始呢，我们已经开始全新的以个人的方式来进行投票，大家知道吗？应该知道，对不对？我们这一周呢已经取消了团队的投票，也就是比如你现在投票给圈九，就是给他个人，而不是给之前的团队了。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现在投票就是给他们个人咯，好不好？记住了没有？哎，怎么这么安静？是已经在发信息了是不是？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看一下大屏幕，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各位的排名。那我想先大家不看后面，来猜测一下自己的排名，好不好？好。你
觉得排第几？我觉得我可能第七名吧。第七名。嗯。我们的晶晶呢？第六吧。第六。汪瑞呢？你们怎么可以？第一吧。刚刚明明已经爆出来了。已经爆出来了。好，来我们来看一下。好。好，来看一下我们身后各位的排名情况，我觉得都非常不错哈，都在前面哎。小玉姐姐第一名哎。哦，张图图好棒。大家的票数都非常高，所以呢，我觉得大家在看完我们的票数之后呢，应该赶快的为我们来多多投票，因为我们也是拉票会嘛，对不对？那我们也要来问一下三位，就是我们的汪瑞，其实大家都知道，之前一直是在我们的第一位，连续三次，对不对？跟很多的艺人大咖有合作，汪瑞对吧？跟很多艺人大咖有合作，然后你觉得最近就是比较低调之后呢，有没有新的想法？比较低调了就是吗？排第二了。新的想法没有，我觉得之前都是我的汪星人们给了我这个机会，所以我学习到了很多，收获到了很多宝贵的经验，就是证明我的男朋友女朋友家里条件都很好，真的。要继续投票，也愿意是不是？我觉得粉丝都特别高兴哈。其实我觉得在跟很多艺人合作之后呢，当然有时候可以遇到自己的偶像，然后自己喜欢的歌手。我想问一下晶晶，就是有没有就是想要跟我们的大咖合作一下，然后冲到榜首这样子的愿望？其实每周都希望跟大咖合唱。每周都希望，那有没有什么办法达成这个目的呢？好像他们还没有反应过来。他们其实跟我都一样，家庭条件都不是很好。都不是很好。对。此处帮我们放一个哭声好不好？好的，那个我觉得粉丝们也要加油，我觉得晶晶的在舞台上呢也会继续来绽放她的光彩，唱出更好的歌，拿到更好的成绩。就这样就够了，可以了。就可以了。就可以了，够了。那我们的圈九呢，如果说给你一个机会来合作的话，你会有没有最想合作的大咖歌手？我最想合作的大咖就像汪瑞啊、王晶晶这样的，就觉得很高兴。但是他们俩太大咖了，我们可能请不动。有什么大事吗？对，没关系，所以就要仰望，对不对？他们可能出场费太高。就要这样。对。那个比赛完了之后，看他们愿不愿意哈，然后我们再来跟他们聊。好。所以呢，我觉得大家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呢，都有自己的愿望，也有自己的小心思，不管是为粉丝还是为家人、为自己的目标。那接下来呢，我觉得大家我们热场了这么久，我们要开始的就是我们的试听盛宴。首先，我们要请出的就是我们的王晶晶来为我们带来她的演出。掌声有请！掌声有请！王晶晶。谢谢谢谢宝宝们，接下来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你们，希望你们能够喜欢，好吧。Hello, it's me. I was wondering if after all.Did you let me to go over everything? They said a time's supposed to heal, yeah, but I don't much need it. Hello, can you hear me? I'm in California dreaming, girl, that who we used to be when we were younger.And free, I forgot how it felt before the world felt like our feet. It's such a difference between the and the me and mine. Hello from me.See you.
谢谢这么长时间，我一直想问问宝宝们，你们有没有很累给我投票的时候。谢谢你们长时间对我的支持，谢谢所有的宝宝们对我们所有选手的支持，然后我们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努力，然后其实我们真的永远不会忘记你们。我觉得你们其实更像家人对我们来说，然后我可能这么长时间一直在舞台上都没有唱你们喜欢听的歌，我会给你们唱的，你们要等我一下好不好。然后接下来呢，一首我的天空送给你们，这周失误的一首歌，然后我要重新给他唱好，然后送给你们，好吧，就这样放曲儿来。Say goodbye， 擦肩我的过去 ，I want a new life， 擦肩我的眼泪、跌倒和失败，擦肩那个年少轻狂的时代，擦肩我的烦恼不再孤单，擦肩我的懦弱不再哭喊 ，No， I wanna say hello， 我的未来，曾经的黑夜，所有都快要毁灭，至少我还有梦。至少我还有梦，就会看到彩虹，在我的天空。挫折和离别不过是生命中的点缀，过了多年我才读懂了家人的眼泪，才发现原来自己没有说再见的勇气，离别的伤感感染了满城的空气，失去后才知道那些有多么的珍贵，亲爱的朋友们是否已经展翅纷飞，不飞到高处怎么开阔自己的视野，你已经长大了，快告诉全世界，外面的世界散发着强大的磁场，又或者每一双即将展开的翅膀，热烈的活在懵懂，找寻梦燃烧，美丽的火花在恋人的周围环绕，无奈和失落，你经过的爱的并不是我，如果没有离别如何学会承受打击，如果没有跌倒如何能够自己爬起，早间的黑夜所有都快要毁灭，至少我还有梦，也为你而感动，原来里面的起点就在我的心里面，至少我还有梦，就会看到彩虹。在为我存在，在那神秘的未来，找到属于我的爱。Yeah, this is my new life。世世在为我存在，在那神秘的未来，找到属于我的爱。在无尽的黑夜，所有都快要毁灭，至少我还有梦。也为你而感动，视线在为我等待，在那神秘的未来，找到属于我的爱。早间的黑夜，所有都快要毁灭，至少我还有梦，也为你而感动。笑还有梦，就会看到彩虹，在我的天空，在我的天空，谢谢。好，谢谢我们的晶晶带来的精彩的演唱。刚刚最后这首歌，我在后台真的好想冲出来为你摇旗呐喊，唱得特别好，对啊，是不是唱得特别好？是，好，谢谢晶晶啊。其实呢，我觉得在这一部分当中呢，我们两个要担任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什么角色？就是
要来告诉大家投票的方式。好，因为我们在每一次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最重要的就是每一次拉票会，也希望大家能够来够迅速的了解到我们的投票方式。那我先来介绍第一种，那我们的第一种的投票方式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的大屏幕。大屏幕第一种下载呢，就是我们的芒果直播 APP， 搜索喜爱的选手或姓名，在人气榜当中找到选手的头像，点击进入选手个人小站或直播间，点选关注，就可以为选手增加10人气，也可以通过签到免费鲜花或充值送礼物等方式来持续为选手增加人气。那接下来呢，我带了一个道具。什么道具？这个道具你知道是干嘛的吗？蒙牛酸酸乳啊。啊，对呀、其实给你喝的。我知道。喝完之后呢，要告诉大家投票的方式，对不对？后面有二维码，扫二维码可以赢超级币，然后呢为选手投票，为你喜欢的选手投票哦。没错，也要为自己投票。其实我投不投票都无所谓了，我知道他们爱我。而且我觉得大家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关系特别好，当然也是希望所有人的票数都特别高嘛，对不对？对，好，那我们还有两种投票方式，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同时呢，粉丝们还可以通过电信及联通网络编辑选手姓名或编号，发短信到10669588820。短信投票一次可增加10个人气。没错。刚刚到最后就开始搞怪了哈，东北腔东北腔。还有我们的最后一种呢，就是打开湖南 IPTV 上海 IPTV， 点击超级女生投票的页面，为你喜爱的选手投票加油，送一朵花就等于增加10人气。是的，我觉得呢，投票的过程呢，当然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但是每一票真的都代表了大家对你们的喜爱。是的，好，投票的时候已经半年多了，大家投了很多很多票，我知道大家很辛苦。老辛苦了，老辛苦了，天天熬夜投啊，真有这股劲儿啊，眼睛都熬成熊猫眼了。对呀、那我们接下来呢，其实刚刚说到了粉丝们特别的辛苦，你们也特别的辛苦在比赛的过程当中，所以呢粉丝其实有很多想要跟你们一起来完成的事情。那今天呢，我们就集结了你的一些粉丝来完成他们的心愿。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大屏幕上，然后我们的晶晶的粉丝们他们有什么心愿呢？来，我们一起看一下大屏幕。丹丹，我的妈呀，腿真粗，丹丹。他在乎所有在台上我们的选手，我们的愿望是希望你们拉住晶晶的手，唱一首你们最爱的歌，风雨兼程，与君同行，王晶晶加油！哇！邀请选手牵住我的手，跟我一起唱首歌，对吗？对。要的真多。要收出场费了。对。所以现在你觉得应该邀请谁？其实我有机会的话，我想请20强所有的选手跟我一起唱。20个，我们还要买。但是呢，对，我买机票太贵了。我自己知道好吧？但是呢，台上现在就两个，然后上来吧，上来吧，两位。来，自觉的。送你一个冰淇淋。好，我们一起唱什么呢？我的成名作《Lover》，好吧？要唱什么？《Lover》啊，我们一起唱。要牵手是吧？要手牵手，来把道具给我好不好？这样也可以。我们就这样可吧？挽着手可以吧？挽着手这样，对啊，好吧？别净事了，听着了吗？哎，快点录下来啊！我看他们都可以好，准备好我们就开始。来，3、2、1 ，Oh L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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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ver， 曾经的誓言。为了活到明天，有你们的笑脸。Oh l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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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ver， 拥有的花坛，没有钱，我们的天一样蓝。好，好好听啊！喂，这句话应该让别人说。好好听啊！自己说。不要，我刚刚看到你，然后下面人都会唱。对呀、lover 嘛，我这成，因为这个是辣舞，但是我学歌的时候就东北味比较浓，然后我就lover 他们说你怎么像超人转呀？好，原来是有这个典故哈。对，好的，我们也看到我们的选手们呢特别的齐心，然后也是希望大家能够都有更好的表现。那刚刚我们看了晶晶的表演，那接下来要请出的就是卷九啊，是卷九吧？每次这样说我好怕被禁播被切掉。他不知道怎么接话，你知道吗？圈九，那我们接下来就有请我们圈九的表演，好不好？有请圈九，来有请。好，
接下来就带来一首《冰雪奇缘》，大家有没有看过呀？好，里面有一个人物叫做 Elsa， 然后有一首跟她有关的歌，然后接下来带给大家叫做《Do You Want to Build a Snowman》，谢谢。Elsa, Do you want to build a snowman? Come on, let's go and play. I never see you anymore. Come out the door, it's like you've gone away. We used to be best buddies, and now we're gone. I wish you would tell me why. Do you want to build a snowman? It doesn't have to be a snowman. Okay, bye. Please, I know you're in there. People are asking where you've been. They say have courage, I'm trying to. I'm right out here for you. Just let me in. We only have each other. It's just you and me. What are we gonna do? 好，谢谢。好的，谢谢我们的圈九。刚刚我觉得两首歌唱得特别好哈，一动一静，然后展现出来都是在这个舞台上每一面不同的样子。其实我们都知道，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的所有的我们的选手都特别的用心和努力，对不对？然后呢，每一步我觉得他们都走得特别的不容易。在这个小小的年纪当中，我觉得会让我们看到他们每一面不同，所以我觉得现场所有的粉丝用我们最热烈的尖叫和掌声来支持一下我们的圈九，好不好？来，一二三。加油。谢谢，谢谢你们，我会加油的，我加油的。对，一定要加油。而且我觉得圈九，我觉得在这个路上哈，不管遇到任何的困难，有时候可能有一些小状况，我觉得他的心态特别好，有没有？有。有，所以我觉得在舞台上已经成长了，对吧？那我们在接下来呢，我们来继续。其实我觉得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来到我们的海南呢，也是非常的。你觉得热吗？今天？海南。今天天气好，气温特别高。其实这两天都是有点热的。昨天晚上去到那个，就是那个，假日海滩嘛。海边啊。也热。特别热。居然热，没什么风。然后我觉得好尴尬啊，因为本来觉得很凉快的，应该会。因为海口今天的体感指数是42度，实际温度是35度。42度。对，体感指数就是热指数非常高。我们每天都这么热，所以就特别的热情啊，我们海南的朋友。那我们今天呢，也是一个特别的七夕节，刚刚也提到了，在这个七夕节当中呢，你有没有就是说对七夕的憧憬？好，希望下一次可以跟重要的你们一起来到一个。有海，但是也有海风，然后气温不是很高，然后可以看得到日出日落的海口。在哪里？我跟你说，海口很少看到日出，因为在海边看不到日出，方向不对。对，方向不对。很多朋友说我要看日出，然后去到海边之后发现，哎，太阳都天都亮了，日出太阳没有出来，因为我们的方向不对。那就凉快一点吧。凉快一点就好哈。对对对，所以呢，我们刚刚唱了这么多歌给粉丝，也是圈九给大家的礼物。那粉丝呢，当然也有很多的心愿，希望我们圈九去完成。那我们接下来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上，我们的粉丝对圈九有哪些心愿呢？希望九九可以给米酒宝宝们录一个甜蜜的手机铃声。哇，你的粉丝都好萌哦，有没有？我的粉丝哦，我都。太萌了，太萌了。那个刚刚说，他说要录一个铃声。好。有。铃声是吧？但是现在我觉得好像大家的就是平时来电话的铃声都差不多了。
不像我们小时候会去把它设置成不同的。对，我现在都不会。那但是起床铃声会不太一样，对不对？嗯，我觉得你是不是要录一个非常特别的？录一个起床铃声吧。好。好吧，就是短短的录一个。好，那我们现场安静一点哈，我们来录一下。我想一下啊。好。起床啦！太阳晒到屁股啦！起床，起床，起床！快点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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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就嗯啊，好。哎，我觉得你不要不好意思，你知道，刚刚那段卡掉可以吗？不会，我们一定会剪成预告。好，然后因为我知道，就是不同的声音变换很难。我觉得你的声音真的好适合哦。是吗？对啊，可以扮演不同的声音。但是你一大早上被几种不同的声音吵醒，是很受惊吓的，绝对不会是惊喜的。我觉得一定会惊醒。好吧，真的会惊醒，你知道吗？好。好的，也谢谢我们的圈九为我们的粉丝完成了他们的心愿哈。那我们也稍作休息。好，谢谢。好，谢谢，辛苦啦。谢谢。当然也谢谢我们的在场的所有的粉丝们。同时呢，我们接下来要继续我们今天晚上的音乐旅程。接下来要请出的就是我们的汪瑞，来，掌声有请。我也陪你们一起走。其实，好 ，me too。其实我选《秘密旅行》这首歌呢，放在第一首意义重大的歌是，我来到了海口。这首歌跟大海有一些关系。然后我想，下一次的秘密旅行，我可能会来海口玩耍。欢迎我吧！谢谢你们。而且这首歌呢还有一个意义，就是我在拍这首歌的 MV 的时候，在海水里泡了整整一天，就为了拍一张照片还有拍一个 MV， 所以啊，治疗好了我的深海恐惧症，所以呢我现在是对大海有充满着向往的。
接下来这首歌呢，在这个世界上，哦，我不再是一个人，你们也不再是一个人，但这首歌还是比较像男朋友撩女生的感觉，所以 One Less Lonely Girl 送给你们。嗯，啊，小导演说要接一个，我是零五号 Rio 王瑞，他才会给我放下一首的伴奏。嗯。好，谢谢，谢谢我们的汪瑞。当然，台上呢，我们同时也，你们啥时候加的后面这句？对啊，你们的口号怎么越来越长了？你们知道吗？是来到超级女生认识你们之后，我才发现我的腿长有一米八的。我的身高可能有两米二。好，你们都特别高。这个话好冷，我接不下去了。好的，我们现场呢突然迎来了我们的袁子怡二哥来到我们的现场。哎，你刚突然在台下唱，然后吓到我了，是有提前跟我们 Rio 来说过这件事情吗？没有，这是给我儿子的一个惊喜。给你儿子，谢谢爸爸。
突然想到的，然后他词都没有进去，对，所以汪瑞之前不知道，你吓一跳，也完全不知道，所以那个我们的二哥怎么会突然来到这边为？就想给他拉个票，马上开始个人战了，然后希望大家多多支持05号 Real 汪瑞，不要学我，好不好？好，一定要多投一点，好不好？好的，来，一心一意原子也喊一遍，好吗？3、2、1，一心一意原子一，原子大门最爱你。好的。加油，所有人口号都记得特别清楚，当然也希望大家继续来支持他们，也谢谢我们的二哥。还有什么想要说的吗？还有就是晚上开始个人赛了，希望所有选手呢都能加油，当然一定要给我们一家还剩四口吧、一家四口加油，然后谁敢淘汰我儿子我就剁死他。好，到时候一定派你出场啊。好，一定派你去。好，谢谢，那我们请先休息一下。 OK，好的，刚刚我们说到了加油哈，其实我觉得加油这件事情呢，不管是在任何一方面，包括我们最近非常火热的奥运也是，汪瑞在这个其他的时间当中不比赛的时候有没有关注一下奥运？奥运其实我都有看，而且我都喜欢看射击。哎，你喜欢看射？我以为你会喜欢看跳水啊、体操那一类，对吧？跳水的话，看 body 吗？看 body， 对啊，你可以看。所以我觉得每个人有自己关注的不同的点嘛哈，而且你的英文名刚好也叫 Real， 是的，然后跟本届奥运会特别融洽哈，感觉特别的契合。提前在超级女生免费做了很多广告，免费做。好，我们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为我们的奥运来加一下油，好不好？我觉得我们都是在比赛，然后为了心中的梦想。加油！我觉得跟现场的每一位朋友一样哈，大家一定要加油投票哈。那我们刚刚也跟奥运健儿说了加油，当然我们的粉丝呢也希望能够在接下来的日子当中看到你加油的比赛。当然我觉得呢，粉丝刚刚我们说了，每一位我们的超女都有这个心愿要为粉丝们来完成。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我们汪瑞的粉丝对他有什么心愿呢？来看一下。的七夕心愿是让汪瑞以一种特别的方式为汪星人吃巧克力，为我！这几个人很少女啊！如果你真的为了他们几个，可能会被人拖出去打，你知道吗？很危险。是谁啊？以什么样的方式？那接下来我们来请出我们刚刚 VCR 当中的这几位粉丝，好不好？来。快上，快来啊！还有就是，你是小薇是吗？还有哪一位？小薇啊，我只当你今天。干嘛害羞？又不敢来了。好，来，我们一起上台，同时也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把我们的道具拿一下，我们的巧克力。巧克力。啊，那应该怎么说？哇！哇！哦，你们 Thank you. 干脆改一下东西好不好？不喂巧克力了。好，来，我们往这站，来面对镜头，快！这样怎么喂？我们站一排吧，以特别的方式，你们希望用什么样的方式？特别，那就拿脚夹。拿脚夹，哎，但是只有一块哎。那什么？那我用什么方式啊？啊，用嘴喂是不是？真的，你们不嫌事大，真的。那这样子吧，我们一块巧克力喂三个人。一块巧克力喂三个人？因为我们道具有限嘛，没有那么多道具，巧克力很贵的。好，来，谁先来？快！这个画面太美，真的不敢看。好，来，下面两位，你们俩干嘛？还害羞。他们两个竟然跑那么远。来，下一位。是你们提的。不要怕。完蛋，巧克力有毒。吃完之后立刻晕倒在台上，不要动。哎，你们三个赚到了，还这么害羞，赶快下去接受其他粉丝的抨击吧！来，巧克力带下来，快！
他送你一盒巧克力哦。哦，是啊。哇，所以主持人没有份是吗？小薇你怎么啦？今天过生日开心吗？他高兴的晕了，对不对？生日快乐哦。哦，过生日是不是？要不要唱一句生日快乐？一句。嗯，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好幸福哦。去看你的，但这比我没得多。泰语我就不会讲了。生日快乐，爱你。好，非常的甜蜜哈，现场过生日，我觉得他这辈子都忘不掉了。好的，也谢谢我们的汪瑞，谢谢，为粉丝做了非常多的事情哈。那刚刚呢，其实我们在汪瑞演唱的过程当中呢，有看到我们的另外一位超女也来到了现场。那接下来我们马上就要请出她，就是我们的袁子怡二哥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掌声有请。好 ，Hello， 大家好，然后很开心可以来到海口。今天虽然已经被淘汰了，但是很开心还可以见到大家。然后今天呢，带来一首在比赛的时候和古巨基老师一起唱的《Monica》，然后又会跳第二次跳舞在这个舞台上，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谢谢。等一下，老师，给我一分钟时间啊。好。你以我爱我爱我不顾一切，争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好多事一天你改变了我，无缘来奉献，有情长令我个心有愧。我教我恋爱真谛，只可使取身，只顾将你替代。好多事分手，你启发了我，祈求原谅我，有钱全放弃你，花要计。灯光因已静寂，方知它珍贵。你有衣柜，负了你错爱，只未忘与曾遇上你。好了，谢谢。突然多了两个 dancer 哈，你知道吗？你们真的不要再吓我们了，你们随时都要冲上来。然后刚刚这一趴我们完全没有后面两个 dancer 的，他们是自费来的，没有给费用啊。对对对，真的是吓坏了。那其实刚刚我们听到这首Monica 呢，我知道是我们的粉丝在上周送你的一个礼物，对，生日礼物。
然后呢跟我们的古巨基来合唱了这首歌。对，我觉得好幸福啊，粉丝怎么会那么贴心？因为他们是全世界最好的原子弹啊。全世界最好的粉丝在哪里？好的，那我们除了在上周有一份礼物之外呢，其实我们在这一周呢也有一份礼物要送给你。我这个生日过的时间好长啊。你到底要过多久？是不是要过到年底？对，一年过一次，一次过一年。好，是是是，整年都是生日。那我们呢就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上我们的第二份粉丝送出的礼物是什么呢？还真有啊。骗你的啦，没有。你好，我是你的草莓牛奶。我现在在一辆火车上，因为我要回家了，不能跟你一起过七夕，但是我会祝福你以后在音乐道路上越来越顺利，然后能够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你，我们原子弹会一直一直一直陪着你，爱你，么么哒。 Hello 二哥，在超女这个舞台上的比赛结束了，但是你的每一首歌、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话、每一个微笑都深深地印在了我们的脑海里，也非常的感谢超级女声这个舞台，让我们那么多爱你的人聚集在一起。你一定要记住，原子仪在哪里，原子弹就在哪里。二哥，你一定要继续坚持你的音乐梦想，站在更多的舞台上唱歌，让我们原子弹为你骄傲。二哥加油。原子仪是最棒的，原子仪是最棒的，原子仪是最棒的。重要的是呢说三遍，所以说呢二哥你是最棒的，在原子弹们心中你是最棒的，你也要相信你自己是最棒的哟。然后虽然你现在呢止步于超级女生这个舞台了，但是呢我们都相信有更大更好的舞台在等着你，所以说你要像你自己说的那样一直在路上的哟。原子弹们一直在，果酸一直在。如果你觉得疲惫了的话呢，一定要好好休息，这点是最重要的哟。Hello 二哥，很感谢这个夏天有你的出现，让我们认识了这么好的你，默默地支持你的，也希望你对自己好一点，每天不要太辛苦，不要太累，胖胖的和我一样哟，我们一定会默默地守护着你的，爱你。二哥，你参加超女已经有四个月的时间了，我们家颜值担当在这四个月当中，你所有的成长进步点点滴滴，我们每一个原子弹都陪你走过和见证了，这一路走过来真的很不容易。嗯，那接下来的路你就在前面奋斗拼搏，我们原子弹都会在你背后默默支持，不管再苦再累，我们都会陪你实现你的梦想，以后不管你走到哪里，你的眼前身后都会有我们原子弹。始于歌声，陷于温暖，忠于人品，你用歌声表达，用温暖诉说，用人品征服了我们所有人，你又是行走的民谣，而对于我们每个原子弹来讲，行走的意义就是为了遇见你。二哥加油。哎呀，这是淘汰礼物呀。哇，好甜蜜啊。所以刚刚是我们的粉丝们一起录了一个 VCR 送给你。对，这个真的是太惊喜了。虽然是上周有止步，但是我觉得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嘛，对不对？接下来的日子当中，我相信下面的这些一定会一如既往的支持你的。对，我一直在路上，所以没关系。所以我觉得其实在上周的这个比赛当中呢也非常的精彩，因为刚刚的这一首 Monica 呢就是跟我们的古巨基一起来合作，大咖之间的这个较量哈，我觉得你现在也是大咖了。而且你知道吗，古巨基亲自教他跳舞，亲自教他跳舞，而且他也是在上周的时候是第一次在舞台上面展现自己的舞步。对对对，第一次。这感觉怎么样？这感觉就是我把下面都当成土豆了，所以才跳了出来。你觉得跳舞难不难？其实跳舞不难，难的是你自己怎么把它跳出来吧。就是又要跟舞蹈结合，又要跟这个音乐结合。对对，就是两者结合到一起特别难。自己以前不太敢，然后现在敢了就好了。其实那就是如果说一般人的话，他可能是普通人来教他跳舞，那我们这一次是古巨基来教你跳舞，有没有觉得心里面每一次都压力很大？还好啦，越优秀的人教出来的人肯定更优秀。我要走了，我聊不下去了。好了好了，我觉得真的很棒，因为我觉得遇到大咖合作的时候呢，可能换成我肯定会特别紧张，但是你们的心态都特别好，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呢也是粉丝一如既往喜欢你们的原因。对，所有的超级女生都很努力，所以你们一定一定一定要继续坚持喜欢我们下去。是，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回馈一下粉丝嘛，来看一下他们对你有没有什么心愿，希望你来为他们做什么。我都淘汰了还要满足心愿呢？没关系啊，就是因为淘汰了才要满足心愿呢。好的。对不对？好，来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的 VCR。
原子弹们最爱你。二哥，我们的心愿是摸摸头。二哥，我想要公主抱，我来抱你。二哥，我想要你吻手。二哥，我想戳你的肉。二哥，我想要你摸头。这么多是选一个吗？我觉得太多了吧，我可能会后面会排10个8个的样子。我觉得他们几个既然都提出了，那要求也蛮简单的，好，但是很复杂，就是。然后这样子吧，干脆就是所有一起摸摸头吧。然后每个人多加一个掐脸，我跟你说，把他们掐疼。哦，我掐他们的，掐他们的脸。好的，不是掐你的，你放心。好的，好了，那我们就来请出我们刚刚 VCR 当中的几位粉丝来到我们的台上。快啊！有吗？在吗？他们好惊讶哦，和 V 三里面长得不一样就掐死你啊！长得不一样，一样的，只是可能卸了妆。好，来，好，来，我们快点我们还是像那个视频当中 V C R 站的队伍一样哈，一个一个来，来来来，站成一纵队，来来这边，来全队友，来站一竖排好不好？集合，来听我们的二哥指挥。集合，来集合，来一竖排。没关系，都一样，反正最后脸都会被掐肿。好，来啊，全部一起摸摸头啊，一个一个来啊。好，来准备。啊！哇，好浪漫。啊、不要背对观众，来，我们转过来，哦、来。好吧，那这样吧。看一下。哎哎，来过来。哎，你好善良，都不掐他们的脸。不要，会掐疼的。还不满足了啊？你还想怎样？哦，还要公主抱？你太重了，她抱不动你。你抱他呀，我不要，我不同意，你们同意吗？都同意。你同意吗？你不要。你谁准备好了？只能一个抱啊。你记个5秒钟。好。好，1、2、3，快点，快点，来准备，1、2、3，1、2、3，5，好了，5，直接到5。好了，辛苦啦。好，谢谢。我觉得我今天可能走不出去，待会儿会被他打。好的，那刚刚呢，我们的粉丝的心愿也完成了，我觉得他们应该真的是非常满意的回去了，特别开心的。你是不是抱晕了？没有，就是第一次被人公主抱，有点紧张。第一次被公主抱，好，记住这个时刻哈，七夕节的时候。那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出我们刚刚上台的其他的几位超女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来，掌声有请。老晶晶上来上台了，快来喽。来，其实我们在接下来呢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环节，这个环节呢，我相信呢大家肯定也是对我们的超女呢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想要跟大家进行一个游戏，就是我们粉丝一起来喊话，你们有什么话想要对我们的这几位超女来说？好，还有我们其他的几位，来一起来到舞台上。儿子，好，好的，来，我们看一下这一轮当中呢，我们有粉丝来提问哈，我们来请一下看看第一位粉丝举手好不好？为什么第一位粉丝有3个？来，请一下我们那位，来第一个。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舞台上其实，原子一过生日的时候，让你喊他爸爸，你心情怎么样？你也和 Rita 一样，觉得他很变态吗？我觉得你很变态吗？王瑞，我们在回答之前，我们告诉一下四位，如果你觉得不想答，我们每个人有一次免答权，就只有一次啊，但是呢，要接受我们的小小的惩罚。那具体惩罚是什么？我们在免答之后再来告诉各位哈。好。一开始我是拒绝的，但是你知道狮子座是很恐怖的一个星座吗？占有欲巨强。叫个爸爸。爸爸。大声点。不要躲。爸爸。过来。干嘛这么怕？你俩天天秀恩爱真的够。好，我们刚才第一个问题。新的压迫力。来，继续。还有吗？他们不想问我们问题，看来。没有问题是不是？那我们走了。好，来看一下我们的，接下来我们各个粉丝团之间粉丝们的，有没有什么想问的？哎，机会难得，你们这次做记者哎，来看一下，好，那位，
来想一下嘛，这么好的这个机会。阿师兄，王晶晶说她像你，不对，王晶晶说你像她的初恋，那她像，她是你的什么二婚吗？你问的是哪一位？汪瑞吗？我应该是他姑姑吧，这个辈分来算的嘛，我是他大姑。姑姑。初恋就是心底里最柔软的部分。是的。过儿是谁？姑姑。好，我们来看一下，来下面有没有问题？这边哈，好，来这位。为什么他说帮帮唱是他们是？为什么什么？来，我们大声一点。别紧张，别紧张。不要紧张，深呼吸。我说为什么他说帮帮唱是送给二哥的？他们说是你送给二哥的。哦，这个问题要谁回答？汪瑞，汪瑞，九九的粉吗？对啊，也是要问汪瑞，对不对？九九的粉问汪瑞，二哥的生日。二哥的生日。好，没谁了啊。我觉得他们有点紧张。为什么呢？为什么了？因为那个是因为把我叫上去录的。因为是导演把我叫上去录的。因为二哥的生日是父亲节，因为那一周是二哥的生日，因为那一周是二哥的生日，对，可能有一些宝宝不知道，对。哦，原来是这样。那一周是二哥的生日，好。要尽孝啊，儿子的话。好，来，我们来加快速度，我们的记者问答。记者发布会好像啊。我们时间很紧的，来，直接说哈。我想问汪瑞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可能比较犀利啊。你是晶晶的粉吗？我是九九的。你们有什么大事感到害怕就是那个决赛以来你 PK 的时候一直没有怎么赢过，就是人气都被其他选手吃掉了。你的果然犀利。你觉得你的实力还在吗？然后你是不是觉得你每次晋级都很有你是我的粉吗？看着我的眼睛，你要被九九拉黑了。你是我的粉吗？你叫什么 ID？告诉我。我错了。你错了。来告诉我你是不是我的粉，如果不是的话不要冒充我的粉。是的，是你的粉。好恐怖。你是我的粉。那这个问题好可怕。不要回答。没有，其实我很喜欢汪瑞的，这个是。再见，坐下了。是导演。坐下。套路。是导演。都怪导演去了。好我就知道。导演被举报出来了。可以啊。出来。最后真相说出来。好，我们还有别的朋友吗？我发现大家都打起来，来这位。那个二哥处处照顾你，你有没有想对二哥说的但又羞于表达的话？现在可不可以说？说什么？你啊，很有啊。哎，你们俩听清楚了，我们真的没听清楚。没事，我们回去再说。哎，所以有两个都没有答哎，我们要不要惩罚一下？刚刚那个问题属于犯规，犯规就有错。对，问题的人这个也犯规，超纲了。对，哇，真的好机智哦！宝宝，我也爱你。好，来，我们来看一下那位，还有问题是不是？快！够了！来，抓紧时间。OK， 把话筒给他。OK。我想，对，就是那个二哥，我要问一下你，就是那个二哥。哎。就是，天，我又想不起来。什么？就是那个。上个星期古巨基老师讲你跳的舞，可以在现场再跳一遍吗？我刚刚不是跳了一遍吗？可是还要再跳一遍。他的意思是跳第三遍。妹子刚刚看表演，可能看睡着了。我们陪他跳吗？是导演给你这个题目的时候，你没想到我会跳吗？又是导演。好，来，来，我们一起吧。先是哪边啊？三，这边。教一下。同手同脚啊。预备。哇，有音乐。享受吧，谈恋爱不如跳舞，来吧。谈恋爱。马上开始了。还要唱吗？来准备。你以往爱我，爱我不顾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好多事一天你改变了我，无言来奉献，友情曾令我个心有愧。很有嘞 ！Oh my god！ 那个我们的导演说时间有限，你不能这么对待一个被淘汰了的选手。时间有限，你要上天呐！就是啊。我们的音控到底还想不想上班了？你等一会儿下台的啊，你等放学的。
那我们再把下次再跳吧。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位粉丝，来抓紧时间。我那个最近一直看到 Worry 跟那个二哥秀恩爱，我想知道金金会不会吃醋。金金会不会吃醋？突突。其他吃狗粮的人怎么办？突突。这个时间喊谁都没有用了。你们忘了还有 Rio 酒这种。我吃醋，但是呢，并没有好吗？也并没有什么卵用啊。好好说话。也并没有什么用啊。我爱你姐。爱你姐，这旁边还有一位单身，我也爱你。我是躺凉体质，他们叫我躺着也吃狗粮体质。你看你家大哥，躺着也吃狗粮。哎，我发现你们的话都很难接，一定要自己来圆。对对对，是的，我发现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就跟圈九玩多了，大家都去二次元了，你知道吧？哦，是这样吗？对，你们在九次元吧。所以我要多跟你们玩一下，估计也才能接到话。我们不想带你。拜拜，再见。好的，那我们刚刚。粉丝都提完了，对不对 ？OK，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是邀请几位好好休息一下了，刚刚也累了，对不对？玩累了，然后也唱累了，我们先休息一下。好，辛苦了。OK， 好，待会儿见。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下去。谢谢，谢谢。好的，其实呢，今天呢，各位齐聚在我们的海口宜兴城看到的，就是我们的蒙牛酸酸乳超级女生超级拉票会海口站的演出。那其实我觉得在今天的现场呢，好像真的会有一个导播，你是不是不想上班了？音控，我还没说完我的广告。然后呢，其实我们在今天呢，大家应该知道海口呢非常的热，而且呢也是一个七夕的时间哈。我觉得好像对于我们现场的朋友来说呢，热情不够。你们待会儿还想不想看到他们唱歌和表演？只有他们两个说话了，别的呢？想对不对？来举一下你们的灯牌，我看一下。好，都举起来哈、啊。哇，王晶晶果然有钱，那个灯牌那么大，是不是自己做的？肯是自己做的，就好好豪气，好霸气哦。怎么了？这是什么情况？妈呀！保安，保安。原来是我们的金主爸爸，太吓人了，我要走了。接下来是我们的广告时间。一圈一圈贴我的心，就像夜空舞蹈的流星。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2016蒙牛酸酸乳超级女生超级拉票会海口站的现场，这里是海口宜兴城，我是主持人高永兴。那我们现场和网络前的观众朋友们呢，赶紧为你喜欢的超女来投票吧，下载芒果直播 APP， 搜索喜爱的选手姓名或在人气榜当中找到选手的头像，点击进入选手个人小站或直播间，点选关注，就可以为选手增加10人气。当然也可以通过签到、免费鲜花及充值送礼物等方式持续为选手来增加人气，还可以拿起手机扫描蒙牛酸酸乳包装背面的二维码来赢取超级币，为你支持的选手投票涨人气。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可以通过电信及联通网络编辑选手姓名或编号发送到10669588820，短信投票一次就可以增加10人气。那最后呢，还可以打开湖南 IPTV 上海 IPTV， 点击超级女生投票的页面，为你喜爱的选手投票，送一朵花等于增加10人气。那我们今天呢，也是一个七夕特别的环节，我们来看一下现场有没有就是跟自己另一半来的朋友，来举一下手好不好？有没有跟另一半来的？哦，你们都是单身狗是不是？今天都没有对象，好吧，那祝你们愉快。哦，你们的另一半在台上对不对？说我吗？好，不是我，我待会儿自觉的下去了。所以接下来呢，我觉得大家的心已经受不了了，我们马上要为大家来送出我们今天超女们为各位准备的七夕礼物，来请出我们的七夕串烧，掌声有请。哦。当河水不再流，当时间停住，日夜不分，
当天地万物化为虚有，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手，不能和你分手。你的温柔是我今生最大的守候。一起来，让我们红尘作伴。哎，没有。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对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对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这首歌曲回乡的大家跟我一起唱，流星雨。对你去看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让你的泪落在我肩膀，让你相信我的爱只肯为你勇敢。所在，一起唱好不好？陪你去看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让你的泪落在我肩膀，让你相信我的爱只肯为你勇敢，你会看见幸福的所在。跑调，我跑调了，你跑了。这首叫做《老鼠爱大米》。就像老鼠爱大米，不管有多少风雨，我都会依然爱着你。我想你，想着你，不管有多的苦，只要能让你开心，我什么都愿意。时候，千万不要说天长地久，免得你觉得我不切实际。想多么简单就多么简单，让我大声的对你说 ，I'm thinking of you。脑袋都是你，心里都是你。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好甜蜜，哦，念的都是你，全部都是你。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只为你倾心。爸爸，好。小小的还不懂什么是爱，却被你甜甜的笑给打败。你眨着大大的眼睛，哦，那么可爱。只想给你宠爱，这算不算爱？我还搞不明白。有的事想跟你分享，难过想给你肩膀，第一次为你抓人紧张。好想对你宠爱，才短短几个礼拜，心情还是为你孤单。有一道光暖暖暖的洒下来，遮不住的小期待。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我能
能就这样完全没有被爱。我想带你骑单车，我想和你看棒球，像这样没担忧，唱着歌一起走。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爱能不能够就简单的没有伤害。你靠着我的肩膀，你在我胸口睡着，像这样的生活，我爱你，你爱我。我想跟你比个。好，谢谢。你好高冷啊！好甜蜜啊！这个颜值，我们家这个好高冷。哎呀，大哥，来一起一起，三二一，七夕快乐！一起来一起来，三二一，七夕快乐！七夕的。好，谢谢。快一点。我们这份特殊的七夕礼物来送给我们在场的每一位朋友哈，也希望你们能够感受得到。那我们刚刚看到了，我们舞台上呢又多了一位我们的黄嘉欣来到舞台上，来这边有请来。我们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好不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2016超级女声14号选手黄嘉欣。嘉欣也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海南吧？是的。第一次，觉得印象怎么样？我觉得很美，但是一直没有机会去白天的大海里。没有机会去白天。好的，我觉得下一次呢，我们可以去一下白天的大海，因为昨天晚上我们也去了这个假日海滩，然后来有一个荧光夜跑，助力我们的奥运嘛，对不对？几位玩得开心吗？还不错，还可以哈，开心开心。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又有一个玩得特别开心的时间了。我们呢要做一个游戏，跟我们刚刚台上的这五位粉丝一起来，所以你们不用羡慕，看着就好了，多给一点掌声。那我们往后退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帮我们上一下道具哈。我们的道具真的有点多，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到底都有哪些道具。首先呢是凳子。我们这个游戏呢就是抢凳子的游戏哈，大家都知道抢凳子怎么玩。我们每一轮将会淘汰两位选手，所以呢好像还挺难的，大家要从这个凳子里面抢一下。好，我们来看一下哈，好像有点歪了哈。来来来，好，同时呢我们要请上我们的另外两个巨型道具，大家猜一下是什么。两位猛男上场，来来来，猛男上场的时候呢，我们当然还会有我们的工作人员，他们拿上的我们的道具、oh、我们的防水道具呢，包括我们的比如说围裙啦、雨衣啦，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后面两位猛男的手上呢都有这个防水的工具。为什么要防水？因为我们输了的人要接受惩罚。我们所有的人手看一下，前排都有水枪，所以你们要小心一点了。那我们赶快去挑选一下我们两位猛男手中的防水的道具，好不好？每人。都没有，只有八位有。来，快选啊，快选啊！最后选的两位可能没有哦。要选，他的领结怎么没有？我们只有八个人有这个防水的这个道具。来，儿子。哇！你拿着吧。这个围裙太美了，不敢直视。哎，哪两位没有？是不是有两位没有防水的道具？哎，我们用那个盘子好不好？猛男把那个盘子也给我们，我们可以用来挡一下水吗？还有谁没有？我们看一下，哎，还有一个盘子。谁没有防水的道具？哦，那位贴心的粉丝。我看一下，来，我们来，嘉欣身上是什么？我看一下，有图案的。超人吗？来，我们展示一下，来，超人走一下。本身就是超人，是不是？本身就是超人。来，我们来看一下，圈九，你身上是什么？这个才是超，这个才是超人。你的是超人，你那是女超人。那个是钢铁侠。什么？圈九。钢铁侠吗？钢铁侠，对不起，我不看动画片。每一个都不一样。哎，来，我们五位往前走一走，来秀一下自己的围裙，好不好？我这个是什么呀？我这个是什么呀？大哥，你没有、啊？来，圈九，来，我们往前。大哥，你带个救生圈。这是女超人吧？女超人。对。来，我看大家都好贴心哦，然后都不愿意前来，再互相帮忙。你们到底要穿多久？我家的没有。好了，我不管了哈，再穿不好，待会儿就道具就不能用了。来，我们来看一下哈，晶晶身上的是什么？我们给大家秀一下。我也不晓得是什么，这像是他自己的衣服一样。好像他自己的衣服哦。哎，真的，你今天一套的帽子也是，提前买好的吧？对，这就是我们来看一下二哥身上是什么。奶爸。我不知道这是什么。这是奶爸呀，应该。奶爸。
哎呀，你非要给他变成一个公主袖吗？肩膀怎么这么宽？来，我们看一下汪瑞，汪瑞你戴的是什么？哦，他戴的是男超人，然后我们的圈九是女超人。哇，好像有分。你们俩的雨衣穿好没？好，那我们这个时候来，大家围成一圈，我们的比赛马上要开始了。我要提示各位，如果抢不到凳子的两位将会接受我们前面两位猛男，包括我们的粉丝手上的水枪的惩罚。好，我们的音乐一停的时候，来往这边吧，来，好 ，OK， 往晶晶那个方向。大家记住了，我们的音乐一停，大家要抢啊，以音乐为准。音乐停的时候。还没停呢，还没到，继续走。起来，停，快坐啊！晶晶，你笑得太大声了，你看别人都在谦让。你没谁了，姐。还有两个，到底是谁淘汰？你们先坐好，好不好？不对啊，为什么少一个椅子？没有少一个椅子啊，每轮淘汰两个。我们的嘉欣还萌萌哒，不知道怎么回事。彩排的时候，小萌儿。好的，那我们的两位就是在第一轮当中呢就退出我们的比赛，来请两位来到我们的这个阶梯下面哈，接受惩罚，用你的这个道具挡一下水，快快快，大家准备好，有吗有吗？哎，不要往我们这边射好不好？太可怕了，好了，手下留情。哎，我们稍微往下走一点，等一下你那个火力太足了，我们都受到这个牵连了。等一下，不要往舞台上哈。OK， 好，来，我们全体起立，第二轮，我们要来撤掉两个凳子。你们不要吵架了，好不好？来，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撤掉两个凳子。就他，哎呀。好，撤掉两个凳子，来，我们继续，有请音乐。大哥，你走快点。还没停，继续走，继续走啊，继续走，快快快，来吧，哎，来过来，你们两个是很，他们两个完全是想去被水枪惩罚，没有被淘汰的感觉。二姑，哎，不行，你们两个要走到台下去。二姑，你好暖啊！来，过来，走到台下。二哥背后，再往下走，再往下走，再往下走。二姑，你好暖啊！太可怕了。好了。那个，我们两位接受完惩罚还要回来哈。哎，那位穿雨衣的美女，快回来。二哥也要回到舞台上。来，我们刚刚第一轮淘汰那两位也回到我们的舞台上旁边观战，因为待会儿我们还有奖品要送出。意义没了，怎么办？好，来，快回到我们的舞台上。哎，刚两位呢？来，好的，我们继续下一轮，大家起立。来，起立，我们的工作人员撤掉两个凳子。妈呀！要带泳圈了，不是吧？干嘛？好的。我来。那我们现在舞台上只剩下六个人了，对不对？我们要增加游戏的难度。大家有看到舞台上有游泳圈，对不对？每个人要用游泳圈套在身上，然后来进行这一轮的比赛。好，每一位都要有。哎，这一轮这样子，太酷了哦！我们可以开一点，不然真的好难，好难挤。这不会掉吗？王瑞，我们要去带一下游泳圈，看到没？这不会掉的吗？这个？你们都身材太好了。你不会像我这么整。这么整有什么意义？你可以套在脖子上。来，开始了，放曲儿吧。好，来，我们音乐有请。音乐响起来，来，我们走起来。哈哈哈哈哈！搞笑。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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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走，继续走，还没停。不准坐在上面，快起来，不准犯规啊！快起来，不然你们两个要被淘汰哦。来，继续走，继续走，我要来拉你。他真的很赖皮，快起来你们两个。
走起来，走起来。快走啊！我觉得，我觉得已经抢不到了。好，我们来请2016蒙牛酸酸乳超级女生的时装走秀来。哎，音乐停了，音乐停了。真的反应好快哦！哪一个喷水喷到我嘴里了？太搞笑了！真的是太没谁了。就是、好的，我们的两位要走下台阶去接受惩罚，来把我们的游泳圈放下好了。哇，粉丝好贴心哦，马上兼职当工作人员。好，来来来，快去拿去挡一下。好，来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撤一下道具啊。我们挡一下九九啊。哇。今天小薇过生日，你们不要那么。我觉得此时应该响起，啊，情深深雨蒙蒙，情深深雨蒙蒙，啊，小心注意安全啊。好好好。其实这只是水，不是硫酸，不要担心。好，来来来，为什么有这么多纸巾飞上来？谢谢你们。好，我们四位继续起立，来，我们撤掉两个凳子，来继续。这回好玩啊，不用玩赖了啊。这一轮就很难了哈。这回好玩啊，不用玩赖了。行吧。好。啊？干啥呀？来，我们四位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来。晶晶加油，一定要把你旁边那个挤掉。好。加油，来。音乐。要走起来哦，不能停在原地，走走走，还没停，快起来继续。没有停啊，走起来，来来来，继续。音控老师，你今天的工资可能拿不到了。来，转起来，转起来，不能坐在上面不动。哎，你们两个很赖皮，快起来。哪有哪有赖皮？掉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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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导演告诉啊，椅子裂了吗？没有了。导演告诉我们，如果你们坐起来，然后不走的话，音乐就不会停。所以你们一定要走起来，音乐才会停。然后这局是我输了吗？刚发生什么事？已经抢完了吗？啊？怎么能这样？我都没有看到这精彩的一幕。好，请我们工作人员把晶晶和这个道具撤掉。好，来，我们两位要走到前面去接受惩罚。晶晶把游泳圈取了。你要带着游泳圈去是吧？可以可以。敢刺我，我就打你们的 idol。来去下面哈。为什么多了一个人肉挡箭牌？来，我们去那个楼梯下面，楼梯下面，楼梯下面。哎，小心小心，不要退不要退。没事没事。不要射我。往下走哈，来来来，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暴风雨来得更哎，好了好了，没事，不用挡啦，没事。哎，那位朋友。那位朋友，你今天可能会被列为黑名单。好凉快。好了好了好了。好凉快。我觉得舞台上要淹水了。好好好，来，请我们淘汰的选手在旁边候场。淘汰的选手在旁边候场。哎，我们两位还有最后一轮啊，来戴上游泳圈，最后一次，看我们冠军是谁。哎，还要戴啊？对。啊，这个不是水啊。有没有干的？好。大家记住规则，一定要不停地走，音乐停的时候才能做啊，好不好？来，请我们的音乐响起。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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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他们两个俩。一会儿不会停的，你们继续走吧。继续走。低保不是。停了是不是？
汪瑞，我觉得你完全是让给他的。你会预言哎，宝宝。对啊，你完全是让给他的。我以为他还会继续。你少来，赢了之后你就说还以为。好，来，我们来撤掉我们的道具。那输掉的这个人是不是要接受惩罚？对不对？只有你一个人，那个这一轮输了。汪瑞，快去。好，我们到台阶下面啊，来。好，再往下走一点。来，再往下走一点。汪瑞的新凉鞋。不然我们的机器很贵的嘞，坏掉怎么办？好，来，我们的惩罚准备好了吗？好，来，一二三，一二三，好了好了好了，直接变成粉丝大战，哎，停。好的好的，来，我们赶快上台，赶快上台。好了，停了停了，哎，玩嗨了是吗？我要把水箱给你们收了。好，来，有请我们的超女和五位粉丝来到我们的舞台上。好的，刚刚我们的已经看到了哈，大家玩这个游戏，不管是台上台下，大家都玩得很嗨。然后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一下，在这一轮当中，我们要来为大家颁奖。刚刚呢，最后是我们的嘉欣留到最后，所以他的粉丝呢将获得我们的第一名，也就是一等奖。那其余的四位粉丝呢将会获得我们的二三四五名的礼物，那就是我们的签名照要送给各位啦。那先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拿上我们的礼物，啊，我们的两位猛男是不是？来颁奖喽！好。来，我们从这边，我们的四位将获得的是签名照，从这边开始哦。这边不是你的，你不要着急。你刚刚那位粉丝是谁？对啊，你是一等奖啦。啊，一等奖有礼包，对对对。来，签名照嘞，秀一下好不好？来，我们的一二三四五名都来秀一下自己的奖品，好不好？来秀一下，秀一下，好，好的，谢谢，谢谢，也恭喜我们的各位粉丝在玩的同时还能拿到签名照，非常的幸运。那接下来呢，我们也先请我们其余的几位，我们先请嘉欣留在我们的台上，其余我们几位粉丝和超女们先稍作休息。啊，好，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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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啊，把围裙给我吧。好，送我了是不是？谁想要找我拿哈？没有啊，我下去。好，都给我，都给我。哎，我可以去卖哎。多少钱一条？那个圈九定一下价，怎么合适？待会儿告诉我。五块是不是？好的，那嘉欣的这一次也来到我们的海口，那到现在我觉得大家也特别想要听到你唱歌，虽然在接下来的舞台上看不到你，但我觉得会在更多的平台能够听到你的演唱。那今天我们的现场呢，就要听你来唱一下歌。好。好，那我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我们掌声有请黄嘉欣。老师等一下，那个我可能要说一段话，就是我先要自我介绍一下，我是2016超级女生实操选手黄嘉欣，然后今天是来给我的好朋友们来拉票，然后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支持2016超级女生，然后为现在的是七强，然后给他们加油。接下来这段话可能是关于我的，就是在参加超级女生之前，还有就是刚刚参加超级女生的时候，我感觉我是一个很幼稚的小孩，然后那个时候是真的什么都不太懂，然后就抱着一个怀着梦想的心来参加超级女生，然后虽然现在我离开了这个舞台，但是回想起来，这个舞台给我带来了很多不一样的东西，然后让我成长了很多，让我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小屁孩，然后变成了现在一个成熟稳重的你们眼中的黄总。虽然有时候我也会幼稚，有时候也会调皮，但是我觉得
生活就是很开心。最重要的是在这个舞台上认识到了我的小饼干，我的粉丝，无论我到哪里他们都会一直跟着我，然后谢谢你们。之前在舞台上一直给大家唱的是快歌，然后希望能够带动大家一起享受舞台，但今天是情人节，我希望这首歌能够给你们不一样的感觉，把这首歌送给你们，最重要送给我的粉丝们，希望大家能够好好听我这首抒情歌，袖手旁观送给你们。
我拿什么条件能够把你遗忘？除非你说离开我，你从不曾觉得遗憾。谢谢大家。什么鬼？好的，我们的黄嘉欣碰到了我们的金主爸爸，所以接下来是广告。每一年都陪你们过节。主持人口播，好，是吧？主持人口播之前可以让我说两句话吗？可以啊，可以啊。宝宝，刚刚问问题的那个宝宝，你上来一下。好啦，不要围。你不是要打他吧？没，来，来。来，我们请一下。啊？好，来速度。好。不好意思，打扰大家的时间了。不管刚刚那个问题是谁要问的都很失礼，所以我跟他在这里向你们道歉。汪星人家的宝宝不好意思，来一二三，对不起，没关系，希望你们不要介意，谢谢。然后刚刚谢谢你们为我解围，没关系。好的好的，没事。我觉得我们的圈九特别的贴心哈，好喜欢他的裤子，不用担心。我觉得他的裤子相当这样子。好了，好，圈九加油，我们的每一位超女也加油。好的，我们的各位观众朋友们，万瓜夜猛，来，我们的2016蒙牛酸酸乳超级女神超级拉票会海口站到这里就圆满结束了。感谢在我们的宜兴城的各位现场的朋友，以及我们网络收看的各位朋友。那接下来的3周，我们的选手还会去往全国各个城市进行超级拉票会，每周三也会在长沙开一场万人的超级演唱会，而关键当中的关键呢，就是我们每周六的淘汰赛，选手们的去留可以掌握在你们的手中，赶紧拿起手机来为你们喜欢的选手投票。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依旧是广告时间了。本节目由零脂肪才够唱的蒙牛酸酸乳够唱独家冠名播出，蒙牛酸酸乳够唱6种乳酸菌发酵，不添加防腐剂和色素，零脂肪才够唱。
有敢作敢闪耀，炫白白白有一套，买佳洁士为超女投票的佳洁士赞助，有美的与众不同的超高颜值科技潮品荣耀八手机特约播出，有颜好不藏美到让你飞起来的专用卸妆水原装进口花印卸妆水合作赞助，感谢2016超级女生清凉伴侣超级美味的蒙牛随便随心果，感谢全球音乐家御用耳机威士顿的助力超级女生梦想之音，我们谢谢各位。